是妮妮，今天要跟大家做视频主题呢，是跟大家 review 一下最近这一年来我买的一些包包。终于有时间做包包的主题了，我自己也很兴奋。这次我跟大家 review 所有的包包，我都买了它蛮长一段时间，比较平价一些的，可能不到$100的，还有比较贵价一些，都是我最近这一年来购入的5款包包。那今天就是一个包包的主题，完全围绕着包包。所以如果你要是很喜欢包包的话，那这期视频你要看得非常的爽。关注我的 Instagram 或者微博，我天天都发照片，然后天天都背着这些包，所以你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有不停有很多小伙伴留言，想要看这些包包的测评和 review， 所以Here I am， 我做一个包包的主题给大家，他们的价格，我哪里买的，我觉得好不好搭配。如果你要是对这种类似的视频不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我其他的视频。先跟你们小小唠嗑一下，我今天用的底妆就是我之前 Sephora 开箱的时候那个迪奥的粉底，我觉得妆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除了我觉得如果你皮肤特别干，或者你现在地方特别冷的话，你不会适合，但只要你这个地方有一点暖，有一点湿度的话，热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合适。今天画的眼妆也是用 Sephora 新买的，就是 Like a Boss，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Violet Boss 那个牌子。我把所有的妆容信息，包括我今天穿的，今天这个衣服是在 Forever 21买的，每个视频都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每天穿的用的是什么，因为每次会有非常多人要问。我们现在就不说别的废话，我们就直接开始顺序呢。我想从最平价的先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贵。首先我们就从后面这个第一个包包开始说起。毕竟如果你要说我的 recent favorite 最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小包了。所以近期这几天刚刚发了就背这个包包的小照片。这个包就是我说的不到$100的包，这它是一个叫做，应该中文叫做野餐篮吧，它是 Free People 这个牌子的，所以不算是 designer 的品牌，我就算是这种快时尚快消品牌的出入这种包包。我买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超级的可爱。今年的草编包或藤编的包包非常流行，我看很多大牌就是草编包、藤包、标藤标、标标标标标，哎呀，包拼蹦板白包包包，藤编包啊，难说。藤编包，原来没有买这个包包之前，我真的觉得哇，谁会背着出门？大家这个东西好吗？这里面能放啥？但是呢，我发现呢，当你买了之后，你发现它就这一个普通的包，它就可以当一个普通的包那样用。然后这个就算是我的一个对这种藤编小包的一个初次尝试吧。当时看到这个包有两个颜色，有个黑的，有个棕的，棕色那个也很好看，但是我后来还是买了这个黑色的。然后它这里这个肩带呢是可以取下来的，啊，直接这样子拎在手里，这样子晃。这样子出去，所以我一般还是喜欢就把它背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方便快速。这是它里面的大小，其实空间还真的蛮大的，比我很多小包的空间要大。打开的地方我也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样子搞开。我来给你们做一个例子，我平常会带的这个小钱包是一个卡包，把我的口红和一个粉饼我可以放进去，我的手机这是 Plus， 然后呢护手霜你都可以放进去，你看里面有很多空间，你合上它空间真的还蛮大的。底下这个地方还有做这种金的钉，所以呢你放的那个地方呢它也不会这样随意倒来倒去，这也是个优点，还不错。对于一款这么平价的小包来说，这个包摸起来是很硬的，你们听是这样子，来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觉得它的喜欢程度不亚于那些后面比较贵一点的包。那我说它的缺点，缺点有两个。第一个，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它的皮全都是 PU 的皮带啊，它的这些袋子啊都是 PU 皮的，都并没有非常好的质感。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可能比较季节性，你们冬天你穿羽绒服你怎么可能背这个包呢，它是一个野餐篮一样，所以比较适合夏天的衣服，但是冬天啊什么毛衣啊什么就没有那么合适了嘛，所以搭配度我觉得就只适合夏天。藤编包和草编包一定是这一季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就身边的品牌，我会放一些类似的款式，专门做这种平价的藤编包的，放在下面，以免你们到时候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这个包我已经没有了，因为它就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是快时尚的，所以很有可能在你们接下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是我这次要讲的最平价的一个包，但是也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包，因为我上周才买，不喜欢它，喜欢谁啊？接下来跟你们说的呢是这一个包。这个包包在前两天我发了一个 Instagram 照片，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会注意到这个包。这个包包是我去年6月份的时候买的，其实当时一直没有做视频，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我在 W Concept 那个网站上面下载的一个包，它的牌子呢是一个韩国的小众品牌，叫做 CDSD， 它是一个这样子拼色的。它这个牌子呢主要就是做这种拼色和这个圆环的设计。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觉得粉色拼绿色真的很好看，我相信我拿出来肯定很多人会种草，觉得哇这个包超漂亮。是的，最开始我买的时候我也真的是被它的美貌折服，我觉得它真的超漂亮。然后我先来跟你们讲讲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跟你们说，也很少在视频里面跟你们穿搭。去年买了到现在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背它的次数真的不到10次，我很少背。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拼色比较特别，我有很多衣服都搭配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平常可能经常穿的比较鲜亮的元素，比如红色、黄色的东西，我平常穿衣服其实真的不算很素的，所以这个包包我觉得它搭配上有一点点局限，有这种天天一年
有八个月都在裹着大棉袄的情况下，你看起来就是很奇怪。但是比如说我今天穿这个白色就可以搭配它，我觉得会非常好看。这个有点局限，它是一个比较平价的一个包包，我记得应该是$150左右，就是真的还蛮便宜的。然后这个包包呢，它也不是全皮的，是一个 fox leather， 就是人造皮的，所以当你手摸上去还有当你细看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打折扣，所以说不要对它要求有那么的高。但其实当你这样搭配就这样背起来，也可能是因为它的设计就是很特别，北美的大街上就在 market 里面比较少撞款的一个包吧。它这里打开是这样子，有一个吸铁的这样搭扣，然后打开的地方呢它的牌子，然后里面这个地方也有它的牌子，打开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这种手机的夹层，它底下这里也是有做四个金属的小底扣的，所以你放在那个地方包也不容易倒。这个包外形真的是100分，很漂亮很可爱，我也觉得很衬我的性格，但是就是它的搭配度，我真的觉得我很少搭配它，我希望我夏天能够更经常搭配吧。它有两条袋子，但那条袋子我已经不知道放哪里了。我记得它有一条墨绿色的比较长的，你可以斜挎，但这个包本身就挺大的，如果我斜挎着有点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身材不是很合适。但是它是有两条不同的袋子的。除了不好搭配之外，我现在给你们来拔拔草。如果你也是在加拿大的话，这个包包打税打得很贵，所以你现在已经打算要买的话，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在你买之前，我会把我具体就打了多少钱的税，还有信息它的价格链接都会放到我的信息栏。是不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我只背了它不到10次呢？可能我的衣服都跟它太不相配了吧，就是我真的背它就不到10次，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但其余之外，这个包包不管是样子可爱打理程度都是很好的。然后我想跟你们说的一款包包呢，当当当当当，它啦，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嘛，本命年到来之前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红色的包，我觉得可以冲冲喜，可以给我的包包家族里面添加一抹红色的色彩。品牌呢是3.1 Fluid Glim， 这个牌子算是一个入门级的奢侈品的品牌了。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Alex Crossbody Bag， 它是一个可以斜挎的一个包包。他们家最有名的标志就是这个回形针形状的这个标扣，它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包包都有这个回形针的这个设计。然后这个包包是我在 Rebounds 那个网站上面买的，这个网站我建议大家以后可以多刷刷，因为我这个买的这个包打折非常的划算，我记得是400-500加币，也就是$300-400买的，就我买到它的时候很划算。我有看到比较好的合适的折扣或者是比较好的价格放在信息栏里面。先来跟你们说它的优点，优点就是颜值及正义，真的好好看。这个包我觉得有一点学生气息，有一点中性干练的感觉，同时它是红色的，又很小巧很可爱，所以搭配很多衣服其实都很好看，尤其是冬天的毛衣。 Philip Lane 是奢侈品牌嘛，他们家的包包的质量真的都非常好，包包都是牛皮的，包面摸起来是非常舒服。这个包其实用过很多次，如果有照片也会放在旁边。我用过很多次，我觉得用起来包括它的耐磨程度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娇贵。它这个牛皮本身还是比较硬挺的，所以如果你不是有特别尖锐的物件，基本上你手指甲这样滑滑，是这样子滑滑，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痕迹的。它的皮质算是非常好打理的一个皮质，很漂亮。就它细看这个扣子，扣子这个地方都有小小的印着它的牌子，然后这个扣子本身摸起来质感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包包打开来是这样子开的，所以你平常就把上面这个地方塞进它这个回形针的里面，它这个还蛮紧的，然后它里面的空间是这样子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小的包，而且因为这个包本身底部的形状车得很紧，所以它这个设计也决定了它里面不能再拉大或再放很多东西。这里面还有设计一个这样卡包的设计，我觉得很贴心，你平常就把卡放到这里面，你就可以不用带钱包了，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贴心的。这个包包还有另外一种背法，就是我自己会把它把这个肩带在里面悬一下，你这样子背啦，是不是非常可爱，真的是为我自己的机智点赞。这个袋子放到这个包子的袋子，把这个袋子把它的袋子把它的肩把它的袋子放到这个包的盖子里面， OK。 当时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这样背嘛，后来我实践了呀，我觉得也很好看呀，给你们看一个这个图片，这个斜挎包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肩背包了，是不是机智？我忽然想到，如果你要是手巧一点，你不觉得这个包包还可以做腰包吗？你给你绑在腰上做个腰包。我觉得 Philip Lane 算是定价很合理的一个大牌的品牌，他们家的包包的质量质感真的非常好。那既然是测评，还是跟你们说它的缺点。这包包算是我今天买的所有的包包里面，我自己个人最不忍心说出这句话，我觉得最不推荐的一个包。第一呢，就是你们看它本身的皮质非常的厚，算是优点吧，因为它皮用料多，你还不开心吗？用料多呢，就它这两边的壁都很厚，所以就导致你这个包包打开来只能放下我一个手掌这样子大的东西。真的，我用过它很多次了，我跟你们讲，我觉得它不是很实用，它里面真的还不如我刚刚那个野餐篮能放的东西多，就放的东西特别少。会有一个这种小小的这种小卡包小钱包，
你看这样子放进去之后就基本上满了。说如果你出门要带钥匙，你的车钥匙那么大一坨，真的塞不进去，是第一个对他有点不满足的一点。因为这个包包不是斜挎的嘛，还有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个子比较小，所以我只有把这个上面这个钉它打孔最上面这个，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知道下面这里多出来一截这东西，这可咋办？这东西没有地方可以把这一节东西给它藏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看起来有点别扭。最开始我弄成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这样标出来一节，我自己看了觉得很不爽，就只好跟我自己说好吧，不要在意那么多，没关系，大家也不会在意的。然后我又想过把这个塞到这个里面，而且没过去它这个地方就会滑出来了，因为它不能很好的待在里面。我这节这个东西要咋办呢？大家推荐起来我觉得算是五个包里面比较不推荐的，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有一点弊端，但除此之外它配衣服，冬天的衣服，沉闷的衣服真的很好看。它有另外一款那种方的，我要那一款方形的比这个更有名，而且感觉更能装。它觉得如果要是让我再买一次，我有可能会买那一款的红色，我就不会买这个，因为我没有想到它里面的空间这么小啊。终于有机会可以讲这个包包了。这个包包是我，如果你要是我2017年买到最不后悔的一个时尚单品，我觉得就是买了这一只包包。爱用品啊，穿搭呀，动不动我就给你们背上来看一看。我不知道这个牌怎么念，如果你知道正确的念法，欢迎在评论里面纠正我。我暂且念它为 Loewe 好吗？型号是 Loewe 的 Barcelona bag， 巴塞罗那包。你们如果经常看什么时尚啊、代购啊、街拍啊什么，你应该对这个名字就很耳熟能详，就是巴塞罗那包。感觉这个牌子好像在欧洲的普及率会更高，在北美的市场至少在我们这边的街上，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那么容易撞款的一个包。最早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看到了 Apple 苹果，看到了它有一个黑色款的这个包包的种草，我当时真的种草，真的我哇，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因为包包呢是我2017年整个年的一个 wish list， 然后我买的 size 是 medium 中号。我觉得这个包颜色和款式让我想要经常去搭配我不同的大衣，所以我就买了中号，我觉得会更实用。如果买小号的话，我觉得它就只能放下手机和口红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小。这个它所有的包包都是纯手工做的，是 made in Spain， 就是在西班牙手工制作的。我买的是一个这个驼色，很多人叫它叫奶茶色。然后你们可能见到更多颜色可能是雾霾蓝那个颜色，那个我会放一个图片在这里。其实这个颜色是去年春夏季的，这个包包是一个典范。一说雾霾蓝的包包，你就会想到这个 Barcelona bag。 包真的是要衬人的，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会更适合这个奶茶色。但是不管你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这个包包就能够 elevate your look， 就让你整个装扮看起来真的是更大气更优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当时穿衣服的一个走向，可以穿的 lady 优雅，你也可以穿的那种中性干练。这个包包就是有一点干练的感觉。相机能不能看得出来啊？小小的划痕一点点。这个包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耐磨很多，最开始我也觉得它真的看起来很娇贵，你看这个皮感觉很容易划伤，你如果只要是离得有大概这么远的距离，你基本上上面这些小划痕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先用了它半年时间，我冬天的时候我天天穿大衣就刮来刮去的，它背了很多很多次，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的耐磨程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在包的这个地方还有 Loewe 的牌子，就是一个很柔软的黑色的牛皮的设计，有一个夹层，你可以把你平常的什么发票啊收据塞到这个夹层里面，两层这样子的空间。它的尺寸我会放在信息栏里面，但是可以给大概给你们对比一下它里面能放多少东西。等等，健康水，我的粉底液，然后我的钱包、手机，然后粉饼、口红，三支口红，完全没有满，可以放很多东西，算是我所有中小型包里面最能装的一个包了，真的。而且它把它装的比较厚一点，它也是能够盖得上的。你们会觉得哎，会不会盖不上？它也能盖上，你可以把它塞得满满的，然后你这样去盖都是能够盖得上还能扣得上的，所以我觉得它的潜力是很大的。拿东西的时候你把这个这样弄开，这个包这样打开了，我觉得打起来也很优雅。然后你关上也是就这样子把它关上，先把塞进去，然后再把这个插片这样子一插就好了。但是至少我关于这个包是两三年来现在拿出来也都是觉得很好看，所以最近这两年我觉得比较 safe 的，所以就是决定去买这个包，投资这个包包，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定会想我能不能把它值回票价，它到底值不值得我买。我觉得就光凭上半年我对它的使用度来说，它都已经完全把它自己的价格值回来了，非常非常的喜欢。皮摸起来很软，同时呢它又很有型，它不会说自己就走样了，就没为什么让这个包在我心中觉得这么的完美。我都不想接下来讲下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今年买到最值得的一笔投资的一个包包，因为我觉得它的搭配度是最高的。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太贵了，
但是因为我买的就是比现实多伦多店里面便宜了好几百刀，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划算的一个 deal。 因为我种草了很久才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种草这个包包，我觉得这个可以上你们的 wish list，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包值得去买。你买了它之后，我觉得你们会跟我一样的很喜欢，特别幸运走到街上不太容易撞款，就都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就是这个 Louis 的巴塞罗那包包给你们测评一下啊。这个视频应该很长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得很无聊。还跟你们说最后一款包包呢是这样子的，噔噔噔噔，这个算是我今天讲的所有包里面最早买的一个了。当时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经常穿搭，然后在 vlog 里面也有出现过。这个包包是 Gucci 的，叫做 Padlock Bag， 它是 Gucci 家很有名的这个 Padlock 系列的。放了几个整个 Padlock 系列的截图给你们看，就是这个系列。那这一款呢应该算是 Gucci 的 Padlock 系列里面就是最繁琐的设计的一款，因为你们看到上面全都是珍珠和铆钉。这个包包本身就已经足够美丽了，就你可以穿的特别普通，光看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装饰品了，搭配很多很 casual T 恤会特别特别的好看。包包很可惜就是它店里面现在应该都已经下架了，现在就只有网上有的卖，是在 Net-a-Porter 上面买的。这个也是反向海淘经常用的几个奢侈品的网站，我会放在我的信息栏，把他们的优缺点都写下来。比较常买包包的网站 Net-a-Porter Mytheria， 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念 Mytheria， 还有 Match Fashion， 还有 Rebounds，这三个网站都是我最常看包包买包包的地方，他们都是可以反向海淘的。这个包包算是我今天所有讲的包包里面，如果算价格应该算是最贵的一个包。看它造型感这么强，当时我就是被它的美貌所俘获了。就有一次我去 Gucci 的店里面逛，就是试一试，一试不得了，一试我就喜欢上了。然后我买了它这一年，我每次穿什么 leather jacket， 我特别是什么 hoodie 比较运动款的那种衣服的时候搭配这个包，以前就从街边走过的女孩化身了一个时尚潮人。就因为这个包包的装饰性特别强，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珍珠，所以又能给你的 outfit 增加一点那种女人味的感觉。就它没有这些珍珠，只是黑金的话，我应该不会买，我觉得就比较普通。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个包太好看了。这个系列叫做 Padlock，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锁，钥匙就在这个里面，它真的是可以锁上的。虽然说我们平常生活中谁会啊，对吧？结果每天把包锁起来，但是很有意思，因为它真的 it works。 锁完之后你看这样打不开了，我再把它打开给你们看一下，插进去然后这样拧一下，叮，然后呢你看就打开了。它有两个背法，第一个就是我最经常背的就是这样子背，肩背，然后它的长度呢也是正好可以把手放到这个地方不会尴尬。另外一种背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把它这样拉长然后这样子背。 Gucci 他们家金属肩带的这个长度设计的是很多大牌里面长度设计的最好的，它放下这个肩带你不用调，它都正好在你的腰，它正好就在你的腰这个地方，它肩带的长度真是 perfect。 这里面呢是一个这样的空间，其实还蛮宽敞的，它里面虽然这个包挺小的，但里面还是能塞日常的这些东西，手机、钥匙、卡包你都能放得下，也不会特别窘迫，这个包还是可以的。然后关上的声音也非常好听，你们听就是非常好听。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链条本身，这个包本身上面你们看到是铆钉又是扣又是链条，所以这个包本身还挺重的，我觉得拿到手里面应该都有1公斤左右，这还挺重的。但是呢为了它时尚，为了它的美丽，本人基本上用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在意。缺点就是因为太重加上太贵，其他的不管是搭配尤其是买包包，包一定要衬你，就是要衬你自己的风格，不要看别人背什么包很好看，你也要看看这个包包适不适合你的性格，适不适合你。我觉得这个包包就是很适合我的性格，写着我的名字的一个包，有一点小酷，至少我是觉得我有一点小酷的，然后又很 lady。好，这个就是这个视频想给你们 review 最近买这5只包包，每一只都很不一样，但是都存在的很有价值。做完这个视频会不会有很多人吐槽 Rainy 你变了？我没有变，我只是选择跟你们分享我真的很喜欢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会喜欢看。如果你们要是喜欢我做这个包包的类似主题，麻烦你们真的不要吝啬给我多留言或者给我点赞，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主题对于我来说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啊。拍了2个小时，不知道你们看着喜不喜欢，真的说的口干舌燥，现在要下楼去买个奶茶喝了。好，就是这样，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就这样了，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录了2个小时视频，我的脸有点出油，又有阳光，我的脸有一点点出油，这个底妆看着更漂亮了。我今天用的这个高光是 Essence 的高光，还挺好看的。然后我用的修容 Fenty Beauty 的修容。